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李双娇老师年轻时的照片，那时的他英俊帅气，一表人才，他有着金属般的声音，更有一位小自己27岁的美艳妻子。要不是儿子坑了爹，他绝对是人生的大赢家。如今83岁的他，为了生活还得到处接商演奔波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真可谓是世事难料。